有没有搞错，小姐？你是怎么这样的场合都可以知道啊？哎呦，你是谁？我是 Jolene。很好。对啊，我们现在要 check in 去台北呀。Jackson 来送机。Jackson 来送机。过来过来，另外一个迟到的过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干嘛？为什么迟到？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？为什么？汉娜。为什么迟到？汉娜。汉娜。对吧？就那几天什么早了乱，越来越迟，走错了，走错了。是我们终于 check in 完毕了，你看这一帮黑马老丁。这个也可以。好，我们再去吃早餐，然后我们就要出发了。我要去吃东西了。啊，老师。哇，你是没有哎，他太无聊了。什么？你开场吗？谁是疯女人？开场，我是疯女人啊。OK， 我们待会就出发了，耶！有难痛苦，有难痛苦，有福，有福，什么想啊？同享啊，同享。我BB有亲友团来送机是吗？啊，粉丝，粉丝打招呼这样。哇，你很就好了，粉丝曹明，曹明，叫人，又这么，是很兴奋，是很兴奋，为什么兴奋？不知道，因为要去看你的欧巴，我们现在不是去韩国嘞，可是台湾也是很帅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出发去台北咯，耶！好，点人数，希望大家都希望没有人会不见了，不会了，我回来了。你是谁？我是 BB 青，最帅的。后面那个，我是 Alice， 我是 Arita， 我是 Matt，Sharon。哦，原来那个是哑巴。你要讲话一下嘛？你是谁？你呀？没有，没有。子妍，子妍。戴口罩。口罩。我是 Jolin。哎，后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妈咪哦。哇！我是 Alice 的妈咪哦。那好，我们现在要登机了，所以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些简短的访问。所以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大声一点。紧张。为什么紧张？紧张，因为第一次坐飞机。还是说我看得到？快点。紧张，兴奋，兴奋。兴奋。嗯。好 ，Alice。Hello， 我是 Alice。嗯，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又激动又怕。怕？妈咪跟在旁边，你还怕？我不是怕，我是怕高。怕高。我恐高。哦，这样等下待会一上机就睡觉就好了。OK OK， 不要闹，我要先叫出来。OK 啊，谢谢啊 ，Alice 妈咪跟来，谢谢。你要讲几句话吗？最后一个成员，希望我们我们这一班来一个非常兴奋的旅程吧。肯定可以，因为有 BB 在。哟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BB。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啊，想睡觉，很累，因为昨天兴奋到睡不到。就这样哎，就这样。而且蛮期待，期待我们学习的东西。期待什么？我们学习的东西。学习的东西啊，嗯，好，可以这样，我可以 skip 掉旁边。好了，没有。来，你是 Jacqueline。Hello， Jacqueline。嗯，在心情怎么样？在，很激动。很激动。又什么？害怕，有点累。就这样子而已吗？带会多钱去吗？啊？带会多钱去吗？还好啦，分一半。大家好，我是 Sharon。Sharon， 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很兴奋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听说你是第一次出国。不是第一次。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。今年的第一次。我这样祝你旅途愉快啊！旁边这一个，来这边。Hello， 我是 Mac。OK， 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很期待，很兴奋，很紧张。很慌张哎。真
的很紧张。你不害怕吗？你讲我们住的地方有鬼啊？没打开我们。OK 啦。OK。还有东西要讲吗？没有。会讲吗？迷茫。太阳会点。点点。你会看的嘞，喂。很多很想念哦。好，来志燕。是我。嗯，啊，我叫志燕。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很开心。这么你就只有刘海。刘海很短。很开心，就这样而已。嗯。你很梦幻耶，你连这样子什么梦幻OK 加油哦，好，来，哇，哎，天后耶，你干嘛？你是？我是九黎，那是梅花。OK， 来一下心情，准备那天也很重，你要补妆一下嘛，对啊，心情棒棒的，感觉离梦想近了一步。什么？感觉离梦想近了一步啦，离梦想近了一步啊！好，这样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咯，耶！记得 follow 我啊！是的，没有错，我们已经到了桃园机场，现在在等啊，这个小妹妹跟我们一起出来，哎，啊。这两是刚刚我们搭的飞机，还蛮漂亮的，应该是老兵的。是啊。为什么这么慢？为什么这么慢？塞车啊！塞车！哎呀，到齐了吗？到齐了吗？还有啊？搞笑了！你们很慢呢，赶快走了。是很慢呢，你们。哦，其实我也不懂发生什么事，就很多人。对我的这个包包有意见，就觉得哎很可爱，连刚刚那个空姐都说啊，你包包很可爱。嗯，真的有这样可爱吗？给大家瞧一瞧吧。是啦，是有翅膀，然后是一个一直好像比较。复古的鸟，我在录，不是发。哎，你们在做么？你们在做么？哎，这么走这样快的。好，那现在是台北时间4点，然后我们。然后我们刚刚就办了那个电话卡，然后过海关，然后领行李，啊，好累，所以现在就带我们搭公车，因为我没有拿到那个免费的那个公车券，所以我们就不要浪费吧，我们搭公车，然后到台北车站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拿到的这个。巴士券，我们现在来换这个巴士票。现在我们终于到台北了，现在是6点半，很累哦，很冷哦，下雨外面，所以我们 stop 在这边。来，顺便告诉大家，记得在捷运里面不可以喝水，不可以吃东西，不可以大声讲话。好。然后搭手扶梯的时候，记得靠右边站。知道了吗？下雨的，你看我们哪都不能去。说，你们到底谁是雨神？我，焦敬腾，雨神呐、啊。原来是你。所以就是因为你来，所以我们一直遇到下雨天。就是因为我，对不起。现在你们要去哪里？现在我们要去哪里？其实吃晚餐，淡水买那个 cake。神经病，吃晚餐。现在带他们几个神经病去吃。哎，这是沙包还是晚餐啊？晚餐。他们竟然刚才讲说韩国餐，他们讲为什么来台湾吃韩国餐？为什么来台湾吃？来吃大助理。不要。小声点。老师，大家都知道我不会播完你 ，OK？ 然后你还要走第一个，哎，大了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有讲完，就是
他们讲为什么来台湾吃韩国餐，为什么来台湾吃日本餐，结果他们来吃这个。太吓爸爸妈妈，看到了，看不到。我们竟然来台湾是马来西亚的神经病，那这一班神经病，神经病 ，crazy！ 你看现在最 crazy 的，他以为他是那个小三，是打电话好多，他们的 menu。This is it. 没有一刻是安静下来，没有一刻，尤其是这一位。Alan， 救！这个就一直在来。你看老师又拍我，在出游，我不懂的嘛。在几度啊？走了。你看他们现在在干嘛 ？Hello。来，复原上镜。哦，拜拜。咦，你过来了吗？哎、欸，你们两个。不是，我在先讲，你看看吧。